妹进来，妹，你老公呢？老公找春花去了是吧？进来。阴雨绵绵，接下来这几天啊都是下雨，大家看一下，下这么大的雨，现在还下小，刚刚狂风暴雨啊。中午吃啥，老板？腐竹炒肉。我现在鸡蛋不敢吃了，我跟你说。为什么？我现在进嘴了将近20天，咳嗽越来越严重。就吃蛋吃的。这个蛋油多。放屁！真的，我想了一下，就是鸡蛋这个油多。那有些时候一天两顿吃鸡蛋。这个油多不多什么关系？还油多？我不发一滴油给你试试，看能好不？鸡蛋油少了就焦了。所以我知道啊，所以我不敢吃。身体不行就不行，怪吃这吃辣。咦，这腐竹炒肉啊！我就算吃一个月的腐竹，你都好不了，信不信？不信。我靠，四妹睡着了，她抱着一个矿泉水瓶子，她真会享受啊。四妹。又开始下雨了。闷炖，这猪睡着了。哎呀，这四只小老鼠在干嘛？睡觉，不打扰它们。出锅，老板的猪食。好好，可以。不要咬到我哈。啊！现在吃饱喝足了。然后看一下大鱼塘的那个防洪道啊，去年的时候围是围了，然后再去看一下吧。一年过去了，看一下有没有要改善的啊。这几天都会下雨，甲鱼塘的水位存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存这个大鱼塘啊。以后下了雨，这个甲鱼塘的水慢慢的会流到这个大鱼塘里面，存满了啊，甲鱼塘。好，还差一点点。就慢过去了。杀！杀！我乃长山赵子龙。你乃江西西哥也。西哥可呀，西哥。这个大鱼塘的防洪道就在这个位置。我们这边啊，每年到了个5月份左右，就涨大水，就会涨大水。对，雨季砍出来，把它砍出来哈，不然涨水了容易堵水。嗯，加油，西哥。走开！把我误伤了。哟，西哥加油！你看，坚持不了3秒，你看着。砍出来就产量多了，涨水也不怕。3米宽的哈，这样一看
我感觉我们的基地很漂亮哎，很哇塞哎。本来就很漂亮。嗯，把这个拦网弄好一点，到时候涨水怕跑鱼。把这里弄开了哈，这个杂草啊都砍了，产量多了。看了一下，还可以哈，不用加固了。不用。然后下雨的时候涨水了，然后再划船过来看一下。今天就到这。涨水的话最多在这边，哪有这么高的水，没有哈，没有，就五公分，没事啊，鱼逃不了。把这个垃圾先运走啊，不然涨水了还是堵了。搞这个也快哈，补一下。徐哥还是很生猛的哈，以后谁要敢叫他徐哥，我跟他急。这个水涨不上来，涨不上来。你看我们徐哥多生猛，霸气，威猛霸气的男人。对、啊。现在这个草啊已经弄好了哈，鱼跳起来了。在下几天的大雨啊，这个大鱼塘的水位就会开始涨起来。走路，咱们去四周转一转。